好，现在我们已经连线到金 CEO 啊，然后我们来接通一下金 CEO。哎，你好，是金 CEO 吗？哎，你好，您好，你好，你好，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好，主持人，您好，您好，底下这位是小杨，是您公司的员工，对吗？喂，哎，您好，我们听得到您说您话呢。好，您好。因为我在山上，现在信号不是特别好，您稍好等，的，我进到房间里啊。好的，好的，好的，好，我已经进到房间里了啊。好的，哎，你就别跟着装了，谁不知道你这是虚拟背景啊？请你不要说话好不好？我今天是来跟主持人说话的，请你住口！我不想跟你沟通，我不想跟你说话。你不要指我好吗？我也不想跟啊，你我说指你话，怎我么也是了？来这跟我主持指人你说怎么话的？的。我指你你把了？手给我拿开，不是，别住口，两拿位，开！两位，别，两位，今天我们。主持人，你看什么？他这是解决问题。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咱们您把看事儿，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是，对，咱们现在把事儿先说掉，好吗？我请求主持人可以给我联系到一个装修的一个工人。我们公司现在啊，想弄一个耻辱柱，就把这个货钉在我们公司的耻辱别柱指上。我，我们现这在就是我扯们远了，公司的耻辱。我告诉你，你扯别远。哎，等会指儿，我，听见了两吗？位远了，扯远了，扯远了。哎，你看他了吗？你还是给我甩哎，过来两玩位，呢？两隔离期间的小杨。据他所说呢，是正常的人工作。他今天拿到工资，发觉是平时工资的17%。我就想问你，按照什么原因？你按照什么理由？你扣我83%？你凭什么扣我83%？他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安排，然后正常的工作，那为什么在隔离期间以后复工的时候，他发觉他的工资会减少到17%？你为问什问么他扣？自己知道不知道？你那两我个一其直不实明白，是这样。我就想把我的工资全都要回来，我别的什么问题我都不想跟他再谈了。遇上了一些什么困难，或者说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会导致您这样要去扣掉他83%的这份工资？A 那个金那，CEO 您好，是哎，卡住了吗？你能把你，我跟你说，主持人，他每一次遇上问题，他都要逃避，这就是我逃避他什的，么了？你配我跟你逃避问题吗？咱们先，那你们什么问啊？咱们先收一下脾气好吗？咱们。羊爪，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造谣生事、颠倒黑白、较量小丑。像你这样一个能给员工起外号的一个 CEO，你也配叫金 CEO？哎，你是这样，配哎吗？呀，主持人，您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此人是一个混蛋。你不是，才混蛋呢！不是，我们我告先诉不，您，看看他您这是副嘴嘴脸，巴，那行，属于对主持真人人的的一一个个侮辱。不，我你们不能先看一不看去，此人的那嘴脸。我告诉你，你别再我们指先我不，了。您扣除他工资的83%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这个依据。我想先请主持人看一看他的嘴脸。你凭什么找媒体？那是我的自由。如果媒体你这么不公正的话，我质疑你们媒体的资质。您不用是不自，是谁先找媒体谁就有理？你把资质给我看看。我没有资质的。这个您别急，到结束你没之后，有我们资一质，定会给好，你看。我就没有依据。你没有我依就据，是你依凭什么？据，我就是依据，你凭什么是依据？凭因什为你么？是跳梁小丑。我的工作性质就是不用去坐班的。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不需要去单位里边去坐班。你不要听到这问题，你又一闪一闪的逃避这个问题。小我就杨算没说有吗？隔离的时候，我也是在家里边你工住作，口！我你也给是我，在家里你边给我坐住班。口！你都给我闭嘴！好，您说，跟您我说，说，我听您说。我主持人，我跟你说，我给你报告，此人在疫情期间下楼聚集，搞别得人老家乌指我，泱乌泱的，这样的话给我们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免费帮我们小区里边的人理发，而且就来了2个人，这叫算聚集吗？这不算是，聚集吗？我问你，三人成虎，三人成虎，不你要明跟白我吗？说三哎，人不，成虎。等会儿。这事儿其实跟咱们今天来诉求的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你聚集不聚集，这事儿跟咱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关联我没给你们发东西吗？你有没啊！有是，良心？你在疫情期间，你给我发一箱灯泡、2桶油漆是什么回事？你对我来说有什么用？怎么没用？怎么有用了？主持人，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一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逃避问题，他现在变颜色，他气不是，我。对，金 CEO 啊，咱们能正面的回答问题，咱们好好说这个问题，我们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你别跟着玩消失。哎，主持人，你看见了吗？他每回一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
是这样啊，金 CEO 啊，我也想说，就是您如果不能正面的去解决或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去找相关部门，然后通过仲裁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好吗？咱们还是比较正面的去解决，或者说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尽快的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你好，他好像是，这个信号有点弱了，好像有点，是卡住了吗？现在，现在是卡住了吗？哎，你好。跑了，你看见吗，主持人？你别跟我这装好吗？他刚才闪过去了。你这是进你 CEO 啊？哎，你给我出来！咱们在就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您还是比较能够哎，正面他又的从这儿出来了。面对我们，好不好？就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尽快的解决掉，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反反复复的拉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他现在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哎。就这样吧，那个 CEO 现在是比较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次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结束以后呢，尽快去找到这位金 CEO，然后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吗？然后我不好意思啊，喂，我找媒体怎么了？我找媒体怎么了？主持人他打电话骂我，我就问你了，凭什么那么多人的工资不扣，就扣我一个人的呀？凭什么不扣他们的呀？我就要找媒体解。